师姐好。师姐，最近在忙什么呀？今天也很精神吗？这不是道友吗？
希望镇上的大家，干嘛去啊？
你来了。你来了，今天有什么规划吗？你来了。
你来了，今天有什么？干嘛去啊？
这里灵力异常，师妹，小心点，不要受伤。Thank you.